原标题，他是军统真正的老大，戴笠也要敬畏他三分。死后葬在八宝山公墓。戴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情报人员之一，不仅在国内名声显赫，在国际上也是声名远播。美国总统就曾向蒋介石提出要见下戴笠，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戴笠摧毁了许多日本人的间谍机构，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但是总的来说，戴笠只服务于蒋介石一人，对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进行杀戮。乃至一提起戴笠的名字，国民党许多官员都心惊胆战，但是也有人例外，此人是戴笠的顶头上司，戴笠见到他也要敬畏三分。他就是军统军局长贺耀祖。贺耀祖，赫赫耀祖，1889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县，家庭条件比较优越，6岁时进入私塾读书。贺耀祖小时候心地就很善良，家里来了乞讨的人，他总是主动把食物给乞讨者。1905年16岁的贺耀祖考入了湖南陆军学校，正式踏入了军界。后来因为成绩优秀，被公费派往日本留学。在日本，贺耀祖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，加入了同盟会，回国后参与了辛亥革命。1926年蒋介石任北伐革命总司令，贺耀祖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师第二师长，参与了讨伐军阀孙传芳的战争，取得了了不小的胜利。同时在九江武力跟走了英国的军舰，接管了九江英租界。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贺耀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，积极和共产党人士联系，建立抗日同盟统一战线。戴笠1938年军统正式成立，戴笠任职副局长，而局长则是由贺耀祖担任。虽然蒋介石极力提拔戴笠，对戴笠的工作能力很认可，但是因为戴笠在国民党内的资历比较浅，而且只是黄埔六期的学生，因此为了服众，蒋介石也只好给戴笠一个副局长的位置，而局长的位置则给予了国民党资历比较老、威望高的贺耀祖。因此每次戴笠见到贺耀祖时也都敬畏三分。蒋介石另外，贺耀祖虽然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为国民党工作，但是他是一个有良知、有原则、能分别是非的军人，如果是太过不合理要求，就是蒋介石的命令，他也敢不执行。1942年11月，一架给延安运送药品的苏联飞机因没有得到放行许可命令，只得停靠在兰州机场。得到消息后的贺耀祖便以蒋介石是从事主任的身份，电令国民党兰州航空站放行。蒋介石知道后为时已晚，一怒之下免去了贺耀祖是从事主任的职务。贺耀祖有1949年蒋介石的大陆兵败庐山岛，身在香港的贺耀祖联合其他44位将领通电起义，蒋介石知道后大为震怒，派出杀手去香港暗杀，幸亏有共产党及时保护，贺耀祖才得以安全回到北京，而且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待。1961年7月，贺耀祖病逝于北京，享年73岁，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